周杰伦的部分有没有在你的讨论里面有非常多的？有啊，当然有，当然会有。那大家可以讲一下这个部分，因为他最后现在是九一项入围。对，我觉得各个奖项就是这样，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会考虑非常多的因素。那本来评审机制有比赛就会有不是完全尽人意的结果。那杰伦的专辑在我们的讨论里面一直是有的。那我们对于他的传唱度，他带给华人音乐上以生活的陪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足够的。是，谢谢。安溥有在这一次的女歌手的，就是。可能选择的范围当中吗？有啊，有，有。我们是层层的缩小讨论范围，所以在进入到前五或前十里面，其实非常多的歌手都会在讨论。那你说的安溥是有的，比如说男歌手，我们就有讨论蛮多熊仔啊，不是熊仔在里面，那个瘦子啊，韦礼安啊，对，然后。柏林其实也有讨论到。那女歌手的话就比如说邓紫棋也有讨论，对，大概是这样吧。那我觉得经过讨论之后，评审有自己的一个对于歌手表现的一个自己的定义或者是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是一个共同主观之后选出一个客观的结果，但我们都很开心跟很骄傲有这个结果。谢谢。